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一直在谈这个学习的观念，还有心态，包含我们一开始是从学贵立志啊开始谈起。那谈到立志呢，就有想到啊一句夏莲老的教诲，跟大家一起共勉。他老人家有讲了，有举世不知而我独知之事件，就是有举世不知啊我独知的见识见地，使能有举世不为而我独为之志气。大家想一想，现在全世界问题多不多？小到个人身心，再到家庭社会团体，甚至于是国家还有天下，问题是可谓是层出不穷。甚至于呢这个时代啊，想做好事尤其是什么好事呢？真正能改善解决问题的事。请问哪些方面需要改善？方方面面吧。比方我们最近见到一位中医师，他是医学界的，问题多不多？不少啊。你看这个时代进医院他慢性病，有没有看到慢性病越治越好的？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你看哦，治病是为了把人的体质病治好，可是却是什么所谓的控制，但是这个控制的背后啊可能都有副作用在产生。好，那现在国家很重视中医哦，甚至于都下令哦，一般诊所、民间诊所不能吊点滴哦。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讯息？下令了，不能吊点滴耶。请问有没有人在吊？医生不吊啊，病人都叫他吊。因为一掉下去烧就退了，医生不愿意掉，病人都说要掉。所以请问要普及整个养生医学的观念容不容易？对呀，这是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中华民族承传的文化它是正法。可是问题是这个文化的承传它表现在各行各业。商业有商道，教育界有师道，医学界有医道。甚至于是每一个角色都有道啊。当媳妇有媳妇道啊。当先生有先生道吧。那个四书五经都是了。都属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个男子这个修养的标准，
就在这个经典当中。哦，没结婚的叫姑娘道啊，姑娘道啊，甚至于是老太太也有道，是吧？老太太不会当啊，家里面会搞得鸡犬不宁，都有啊，啊，都有彼此的道。但这个教化没有传承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的角色不知道怎么演，每一个行业不知道守什么道，偏离多久了？最少也有100多年了，啊，从上师其道，民善久矣，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我们中华民族受这么大的难，问题出在哪？丧失民族自信心，你不相信这些道了，不传了。哦，好，我们没有正道了，什么会进来？对呀，那错误的思想，尤其现在科技又发达，哇，那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没有正，邪的又一堆，那在这个时代呀，不沉沦，那不是再来人不可能。哦，所以这个时代呀，我们从老人家一生呢，就可以深刻体会做好事容不容易，不容易。不然他老人家也不用了，90岁了才到英国去办汉学院。可是他的根源问题啊，还是信心的危机。我们中华民族不相信老祖宗的教导。人之初，性本善，啊，教之道，贵以专。哇，现在这个不是贵以专的理念了，是知识学习，一天当中啊上好几个科目。这些问题我们都得想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时代成长的。我们受污染没有？受了。这些问题没想清楚，我们身上的污染还没去掉，可能还在影响别人。所以听经明理，我们时时还得要对照自己，还得要鞭策自己。哦，好，所以做好事在这个时代难，但在这个时代好不好？好不好？哦，当然好不好，不是强迫大家接受的，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呢。好，《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嘛，在我们这个世间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对呀，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功德就很大。所以大家现在要做好事很困难，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哦，包含承德之前还没有开始做小学教育，本来就是要去做有机这个领域的工作。你们这个，我曾经还去种过这个什么胡萝卜啊，自己种，自己做实验，啊，种了差不多2-3个礼拜，啊，端到餐桌上，啊，他们2-3口就吃完，啊，因为没喷农药化肥，那个萝卜很小，红萝卜，咔咔，嗯，很甜的，就吃完了，啊，我每天浇水，他们不到1分钟就解决完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体验，很重要。你自己种过以后啊，你不会再浪费食物，因为你体会到说
哪怕是一粒米，哪怕是一盘菜，那期间也投入很多的心血在里面。那我们也听到有愿意要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人，他们本来想说，那我好好种植那我找个好的地，然后我开始种就好了。结果真正要做才知道，首先选种就是个挑战，种子都没了，很多都是什么基因改造的。第一个连种子都难，第二个土地不好找，污染的多第三呢，水源也污染了。对呀，那个空气一污染，雨下下来，那个雨水也是污染的。再来呢，种出来没人要，因为很小啊。这世间的人都喜欢什么？哇，你那个叶子里面那么多虫子的洞，他一看，哎呦，虫子不买了，他都买那个看起来漂漂亮亮的。所以人没有判断力了。所以菜不会买了，对象也不会找了，所以找对象也找什么看起来漂漂亮亮的，里面都烂掉的，也没办法。所以一切法从什么心想生。所以现在的糖果啊，包装都很漂亮，有没有？然后这么大一包，拆最后三颗还是几个？你看现在人都重外表不重实质了，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你看到最后问题怎么解决？教育啊！所以要推展传统农耕呢，还得从老百姓从老百姓教育起来，才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各个行业要恢复道义的，恢复良心的，我们都肃然起敬。这样的人呢，不是发菩萨愿做不到，挑战太多了那个会遇到的障碍可谓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再来看夏老这一句话，有举世不知而我独知之事件，使能有举世不为而我独为之志气。看清楚难度了，发愿我这一生坚持走这一条正道。当然不只是做教育的，你要教学为先。现在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要恢复正道，都要什么？教学为先。首先你不教学为先，团体共识怎么建立？大家没有共同的方向、目标、愿力，这件事也做不长久。再来，连他这个行业的大众都要教育，不然大众不会判断好，有举世不为而我独为之志气啊，使能有人所不到而我独到的境界，你才能够到达人所不到我独到之境界有人所不到而我独到之境界，使能有举世不见之而不悔的胸襟。这一句是中庸里面的，顿世不见知而不悔，就是你做的这个是很对，很有意义，甚至是看不到结果的，可是你却坚持一生无怨无悔，这个就是顿世不见知而不悔的胸怀那以这段话呢跟大家共勉，因为老人家也说传统文化复兴要几代人才做得到。
可能要三到五代，啊，有可能呢，我们都是文化复兴的垫脚石。哦，好，好，那当然要当垫脚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够硬才行，是吗？后来宰了一下子就软掉了，那不行了哈。好，那过硬的话呢，我们的观念跟态度就要很正确啊。好，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第九点，重视领悟啊，讲到了一以贯之啊。那我们拉回来，就是一切经教啊，讲的都离不开因缘果这个道理。好，那我们学习这个因果教育啊，师长老人家的经教啊，好像这个因小果大，我们已经听了两次了啊。好像是明天下午还有一次哦。那当然我们这一次啊，大家在课程当中看过的光碟啊，大家真的有看呢，要重复多看几遍哦，因为这些都是刻意啊挑出来的，很珍贵的啊，都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仁很用心挑出来的，这学习一遍实在是不够的。好，那在这个课程的学习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有总结啊因果道理的几个原则。好，第一个呢，因果不同时，好，因果不同时，当然虽然是因果不同时啊，可是我们也讲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有时候呢它感应的速度啊还是会很快啊，所以有一句话叫行善要及时。上次有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吧啊，有一个官员啊，他刚好有一天晚上进来一个女犯啊，他的同事啊就起了这个不好的念头啊，要非礼这个女子，结果他给她制止了。就同一天晚上，他女儿家也遭到小偷啊，其中一个小偷也是对他女儿生起歹念，也被另外一个小偷制止了。在顺治年代啊，顺治五年啊，这个是记载在这个啊，师长老人家推荐了一套因果的丛书，那个书名叫哦，《道德丛书》。对，哎，你们怎么都知道？挺难得的啊，都知道师父在强调什么，刚好呢有个伊斯兰教徒啊叫哈久，他开了一个饭店，一个客人吃了饭以后啊，结果这个五十金啊的钱呢忘了带，就放在客栈啊，结果他发现以后啊，就叫哈七，可能是他的兄弟吧啊，就赶紧给人家送过去。结果送到了
当然这个客人很高兴啊，等于是失物呢拾回来找回来了，结果他就刚好是在渡口要过河，他就坐上船，结果船到河中间呢，就发现呢有渔船呢沉没了。哦，那他心里想啊，这个钱我是失而复得啊，那不如啊拿来救人，他就大喊啊，谁能够救一条命呢？这个50金就给他。结果那渔船一听，就用最快的速度去救人。后来只救上来一个人，哦，结果这个人呢，就是哈九的儿子，就是哈九的儿子。哦，所以因果虽然不同时啊，可是那个你那个善心所感的善报啊，速度也怎么样？非常的快。哦，好。第二呢，因果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讲经的时候有谈到的，一个是现报，这一世就报了，而且这一世报啊是花报，等于是说他这一世有善，比方说了凡先生这一世他考上功名了，又有子嗣，然后寿命延长，这不是最重要的果报哦，只是什么开花，最后结果的报更大啊。请问了凡先生最后果报是什么？做佛了，这是他的果报哦。哦，再来是生报，就是下一生才报，还有后报，下下世以后才报。哦，那我们知道因果通三世了，我们就想到俗话常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那个定就是该报了。哦，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改过迁善了，这个命运就会转。啊，那因为世间人呢一般都是小善小恶，所以命运改动不大。所以为什么算命的算得准？因为我们的命运变化不太大。所以命运都有什么呢？用我们现代话讲，大家都学过数学，就命运都有加减乘除，每一天有加减乘除，甚至每一刻有加减乘除，甚至每一个念头有加减乘除。了凡四训里面魏仲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只是有这个善念跟善言，但是皇帝没有接受，是吧？可是他善的力量，因为他君之一念已在万民。请问当我们听完这个公案了，我们的人生起了变化没有？魏忠达是魏忠达，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等于是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马上改变在哪？我之一念要在哪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好，那这一念呢，就跟阿弥陀佛感应了，是吧？阿弥陀佛的愿是什么？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一切皆成佛。所以我们的一念为了虚空法界成佛，我们的一念都为虚空法界表法，哦，那这一生绝对可以修圆满的功德。那这个故事就没有白听了。哦，好。好，所以我们知道因果会
通三世，所以已造不会坏，我们已经种下的种子啊不会坏，然后未造的不会遇，我们没有造的绝对不会遇上，我们已经造的那因果不空，它迟早是要报的，这是总结的第五个点，我们待会再来强调一下。第二个是因果通三世，那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极善之人，树故居他不得，所以他积累的福报功德是用乘的，就像魏忠达已在万民，他可能这个功德就是乘以十啊，乘以一百了，所以他命运就转了。极恶之人，数亿居他不定，这个就除了。他干的那个事情，天神共愤，哇，他的人生的福报折了一半，折了一大半。这个算命的也算不准他了。第三呢，因小果大，因小果大，这个在例子当中有举到，一个那个老仆人他起了一个善念去供养佛，而且还用收掉的东西，说到这个供养佛的功德，有一点呢，给我们启示。就是我们心用对了，然后呢很冷静的去判断事物，但是假如结果可能跟我们所求的不一样啊，也不要难过气馁退心，因为佛陀当时候灭度以前呢，是吃了一顿毒蘑菇的饭是吧，但是佛陀讲他的功德怎么样，跟当初牧羊女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这颗心、要用对。好，那这个老佣人供养佛，他天升天十五劫的福报，之后还转为人的时候还有出家修行的机缘，成就的机缘，所以这个是因小果大。好，那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孝顺父母，恭敬师长，这个功德很大。同样的，什么罪业最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那这个罪业就很大。所以今天师长老人家也说了，财为什么五家共有，是今天讲的吗？不是啊，财为五家共有，那老人家强调财要放在哪，要懂得种福田，三种福嘛，父母是恩田，师长是敬田，众生悲田，放在这，这是总懂得种福田。好，再来呢，第四点呢是善恶不相抵消，善恶不会相，不会说你做了善了，这个恶就不见了。善恶虽然不相抵消啊，但是它会互相影响，会互相影响，因为有个学长有问呢，如果以前做了恶业，忏悔之后没再
干过了，果报是会减小还是会消除呢？这个恶报啊会减很小，会减小，但是不会消除掉。好，那佛说法它有真谛有熟谛，那真谛呢来说的话呢，我们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空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那真谛讲的是心性啊，真心啊。请问真心里有没有罪业？真心里有没有轮回？没有。所以你入了真心了，那个这个从真谛上讲，轮回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要入到那个境界，好，而且是入那个境界了。好，佛入了这个境界没有？入了啊，阿罗汉入这个境界没有？那阿罗汉他入了涅槃了，那他假如不出来，他还有没有果报？他不轮回了，还有没有果报？他就不受报了。他住在涅槃了，他不受报了。这些有关佛法的道理啊，这个承德都请教我们院长啊，深妙法师。因为承德这个出家时间很短，佛法深入啊很有限。我们院长已经学佛出家都30年了，学佛时间很长。那个院长是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呢，不过他一毕业就没当医生，就出家了。在台湾，我们那个闽南话的，第一是医生啊，第一医生啊，第二卖兵啊，就是赚钱最快的了。第一个是医生，第二个是卖兵的人。那一块冰才没啥钱，唰唰唰一杯出来就给你卖很多钱，挺好赚的。大家不要吃冰哦，体质都坏掉了哦。所以院长这个也是大舍啊，大喜大舍济寒士，大慈大悲悯众生啊，能赚大钱的他马上就放下了。好，所以这些教导啊，很多也是他指导的。那众生住在生死，二乘人住在涅槃，所以他也不受报了。那个叫堕无为坑，一堕进去啊，有时候是多少劫啊，反正时间很长嘛，他都不出来了，都无为根。但是菩萨道不一样了，不住生死也什么不住涅槃，他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还是在教化众生，所以他会受报。可是他受报的时候心地什么清清净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佛他不住涅槃，他出来度众生，他也受报，所以他有马麦之报。包含释迦族要被灭族，他头痛了3天，这个他也会受报。可是我们为什么都会问说那个罪业能不能消掉啊？其实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怕受报。所以再看深一点呢，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在乎的是什么？
我啊。所以假如在乎众生的话，你跟他结恶缘不也是缘吗？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请问恶缘是不是缘？是耶，你没有做他这一拳，你还跟他没缘。哦，当然我不是叫你去做人，你们不要听错了。所以佛门他就是善用缘，把恶缘什么转成善缘。歌利王跟忍辱仙人有没有缘？什么缘？恶缘，他要刮他的肉啊，可是佛陀把它转成法缘。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啊！你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过去世上一世都想不起来，能想生生世世造的业吗？啊，普贤行愿品里面说，我们以前做的业有多少？假如我们造的业，比方说今天造个口业，这个口业有体积，若恶业有体相，好，体积我们举个例子，一根头发有体积吧？好，假如造一个恶事像一根头发，好，若恶业有体相者，虚空法界不能容受，整个宇宙也装不下我们曾经干过的恶事。啊，这个道理啊，没有佛讲，我们不可能想明白，多不多？很多，那个都过去了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但是你所造的一切恶业，只要你觉悟了，全部可以把它转成什么？法缘，不是你往生可以转哦，现在就可以转。哦，比方说那个人看你特别不顺眼，常常毁谤你、侮辱你，恶缘啊。所以你看老法师讲经的时候也给我们启示啊，尤其师父在讲这些人生阅历重不重要？那是师父把佛法用出来啊。哎，你们在看什么？老鼠啊？什么东西？真的有老鼠啊？哦，老鼠也是缘嘛，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一只老鼠的善根是什么状况？修行最重要的，般若为眼啊，般若为导啊，五度如盲啊。什么是般若？不着相，所以你不能看到老鼠，老鼠着相了，你说佛不着相，所以不着相很重要啊！一着相就分别执着了。哎，我们刚说在庐江那个静寂月的时候，讲课的讲到一半，鸟飞进来了。哦，那有同类一看到就要去赶那个鸟，我说别赶那个鸟，它飞进来就是有缘嘛。他就可以听到了嘛，是吧？说不定待会那一只老鼠就在那里坐，我们就哦，所以你看下莲居老居士不是有一只老鼠跟着他念佛是吧？最后怎么样？就在他那个鞋子中间就坐化，就提醒我们不能着相啊，再来不能瞧不起任何一个众生呢、啊。菩萨观于蝼蚁啊，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好，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哪怕以前有造恶了，你只要觉悟了，通通是度众生的缘，那还有什么好挂碍的呢？Don't worry, be happy. 哦，还有一句俗话，浪子回头。对呀、啊，所以你以前做错的，你完全改过来了，哦，那个
众生的启发最深刻。那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你看师父他遇到了他的同学叫白振环，是不是？那师父诽谤他欺负他他都不计较，然后他还讲师父的好，师父就被他感动了，所以那他不就是一个恶缘把他转成善缘。那这个白先生的功德大不大？很大啊！师父这个 后来弘化的功德，他都有一份功德在里面了。好，好，那这个是讲到的善恶不相抵消啊，但是会影响。刚刚这个因果通三世啊，再跟大家补充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为善必昌，为善不昌，其祖上及自身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殃，为恶不殃，其祖上及自身必有余昌，昌尽必扬。这个善恶呢会互相影响。那还有一个公案呢，陈德感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学处，而且这个是什么呢？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我们也曾经听过老人家讲，念佛堂堂主住念几十年呢，临终生了病，不念佛了，人家要给他念佛都被他赶出去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听过哈，那原因在哪？我们是不是听故事的时候内行人要什么看门道，听出问题根源。就像我们说下错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无声。那假如我们听完说那不能讲课了，是吧？那不讲课了要干嘛？是吧？而那一念心在哪？哎呀，那讲错一个字，那我就五百世也无声，那我不讲了。还是自私啊，还是考虑自己啊，是吧？好，我考虑众生，我不能误了众生，那他那么警觉，那么谨慎，他就不可能犯这个错。而且换另外一个角度讲，要犯这个错也不容易耶。为什么？他已经不照佛讲的了，照自己的，那不是他比佛厉害了？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啊，佛又没有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大修行人也有因果，佛都有因果了，哪有谁没有因果？我刚刚是讲哪个故事啊？念佛堂堂主，这个人睡觉要睡好，肾水比较充足，这个肾水不充足，记忆力会衰退，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熬夜啊。好，念佛堂堂主，他最后不念了。你们觉得原因在哪？哪个学长谈一谈？那我们假如不思维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故事听完给我们什么启示？哎呀，念佛堂，堂主最后都不念，我会不会不念呢？哎呀，那我就不念咋办呢？那有时候听很多故事，你增加你的紧张啊。啊？哦，信愿不坚定。那个词语，学生觉得应该是他平时没有尝到念佛的真实利益，所以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提不起来这句佛号。好，谢谢。谢谢。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他没有尝到法味了。可是没有尝到法味，还要把人赶走吗？你纵使没得法位，最起码大家一起念，还是比世间这个磁场好一点吧。博涵。法师好，就是博涵以前有听过，一位念佛堂的居士就是分享说，这类似这样的情况。说可能是因为自己一直帮人助念，以为很有功德，但是就是到自己临终的时候，就是还生重病，会就因为这个会不相信佛菩萨，觉得好像自己念佛没有得到应没有的相功信德。了，他怀疑了。谢谢。再来啊，你这个不幸上来了，贪嗔痴慢全来啊。有时候一个念头里面，贪嗔痴慢疑都有啊。一怀疑了，不相信了；一不相信了，佛讲的不对呀，火气上来了。我做了那么多善事，居然是这个结果，哇！慢、嗔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假如我们所付出有求报，很可能结果不如我们预期，我们的信、我们的嗔都会起来。所以信佛不容易啊。因为念佛堂堂主都念了一辈子，他信佛吗？不见得哦。啊，所以承德谈到这里，就是玄奘大师，他老人家那翻译的经典，那历代高僧无人能出其右，功德大不大？太大了。结果他年临终。生了大病，结果他起的念头是什么？我是不是有经翻错了？所以许俊，我感觉到那一片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当然亮点有很多了，比方说像承德就很随喜，我们于海。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这个许俊去跟皇上讲的一段话。他说：“对师父的承诺，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其实这一句啊，这一句心法，就是师长老人家常常在讲的。他老人家一生弘法利生。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环境，能不退行，能不受污染，为什么？念念啊，不离孝亲尊师。也是今天讲的，老人家他什么？念念都报恩，要报老师的恩德。今天是不是看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好，所以许俊
这个他当时候为了帮助这些贫穷的病人啊，把他赶考的这些宝贵时间都好几天都过去了，结果还被人家抓去关在监狱里面，是吧？结果你看他在里面，他一直告诉自己什么？我不能后悔，我不能后悔，我不能后悔，我选择了走行医这条路嘛，不能后悔为了病人。哦，我感觉那一幕特别震撼我的心，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不能后悔。哦，哎，玄奘大师，你看他为佛门尽了一生，他没有一个念头求果报，是吧？所以《太上感应篇》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出不了六道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只要有求报的心，铁定贪着这个报，铁定会因为呈现的结果不如我们意，就不高兴了。所以玄奘大师他起的念头就是，我是不是把经给翻错误了众生。后来佛菩萨显现，好像是说他过去有做过国王啊，杀业特别重，这个是重罪轻报。那这个玄奘大师这个故事也是啊，承德要跟大家谈的第十个，目贤当目其心。我们听 佛菩萨师长包含祖师这些事例，我们要能深刻体悟他们内在的这种修为，进而去效法他。好，那玄奘大师故事我们听完了，我们以后怎么用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果报，尽心尽力去做就对了。再来呢，第五点是因果不空。我们复习因果不空。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那其实这个是提醒我们不要再造新殃了，不是说听完这个以后说那以前造了那么多了，那在那里很担忧了。好，那纵使以前的种子很多啊，我们也清楚万法因缘生，是吧？那他没有缘，他就不会现了。我们现在一心向善，一心为众生，以前的这些恶种啊，他没有缘，他也不会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把见思烦恼断掉，我们还能脱离六道？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啊，然后我们的恶种子没有现前呢、啊。我们哪个种子先现前？佛号啊，金刚种子先现前。所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呢、啊，就好像说，今天你无始劫的种子一堆啊，可是你现在都念佛啊，佛号就把以前的种子都怎么样盖住了。他都现不出来了，只有佛号可以现前了。所以功夫成片的人一定往生嘛，强者先迁他就可以往生。所以这个随缘消旧业，不要再造新殃，不要再种新的种子了。好，
啊，这个是讲到老人家在这个专题当中的五个原理原则。那我们刚刚讲了，不要再造心殃啊。心殃当中最难的是念头，一个念头啊，都是一个种子，甚至于我们说一个念头啊，不只是一个种子，我们的认知是一个种子啊。比方说我今天想一个恶事，想了三秒钟，几个种子，我们算一坛子五秒，五个坛子是一秒，那是三秒钟，就是1600兆乘以三，4800兆个细念啊。所以这个是老法师的慈悲啊，把这个教理给我们开到这个份上，让我们慎重起心动念。灵芝禅师也有一段话，他老人家讲到的，用心皆名定业。用心就你起念头了，能迁来报，众忏不亡，你忏悔这个恶种也不能够忏掉，它只能削弱。所以以此自量啊，岂能轻动？知道这个事实了，念头能不能乱动？不行。所以是心之事，真正能看清楚心的作用的人，岂不畏乎？他很敬畏念头，不敢随便起念。我们效法于敬义公，敬则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邪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好，好，我们第十，目贤呢，当目其心。在德育课本有一个公案，有讲到周朝的时候，有一个魏国的大夫他到周天子那边呢去工作几年之后回来了，结果呢他的太太啊，就是跟人家有染那他太太呢就起了歹念呢，要用毒酒啊把他给毒死。可是呢他的婢女啊看到了这个情况，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婢女他们当时候称呼他的这个男主人叫主父女主人叫主母，那这个主母要把主父给毒死，就让他端毒酒去假如你会怎么做？怎么倒啊？倒掉那祖母就给你打了半死了结果呢这个婢女啊端过去呢假装跌倒了，这个毒酒就翻了，喝不成这么一翻呢，这个祖母就知道可能他什么，他知道了，然后这个祖父不知道啊，就觉得哎，你这个下人办这一点事都办不好，就打他，祖父就打他，打得很厉害，他都不讲，啥都不说，就是接受处罚那你看这么忠的人呢，还是有感应的这个祖母就要设计要把他害死，结果这个祖父的弟弟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就赶紧跟他讲，给这个祖父讲祖父一听，哇，这个女子不简单，
就把自己的太太给休了，就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好，诸位女同事啊，不，诸位女学长，嫁不嫁？不嫁，因为你要念佛求生净土。哦，这个女子呢坚持不嫁。哦，后来这个祖父啊，就帮她找好的对象啊，才这个帮她等于解决了这个婚姻的事情。哦，那讲这个故事啊，我们最重要再拉回来，效法这一个婢女她的存心。我们说目贤当目其心嘛。哦，首先第一个，她知道这样的事，可是她都不愿意去张扬别人的不好，这是什么？厚道，不张人短。说人心表现在哪？不张人短，厚道。哎，这个我们的爷爷辈都有这样的一个处事态度。啊，比方说在谈论人家不好，哎呀，不要讲人家不好。啊，就像我们回想，啊，许俊大夫，他一听到人家讲不好的，他就怎么样，把他给转掉了，是吧？看到人家在那里那边讲自己不好，他都给人家台阶下。哦，这个我们厚道啊，就从不张人短学起啊，这是第一个学处啊。第二个呢，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祖父被害，他是忠啊，忠心。第三呢，假装把酒给弄翻了，这是智慧，急中生智啊，说不定我们已经吓得不知道咋做了啊。第四个呢，这个祖父啊打他都快把他打死了，他还是不讲人家的恶，这个是真真烈啊，啊，这个缘亨利真，这个真字真就是正，哦，我们一般讲真烈烈女，哦，好，最后呢，要娶她为妻，她不答应，就是她不愿意居祖母的位置，是吧？她答应了之后，她不就把她的祖母什么取而代之？他祖母错，那是他祖母的错，可是他自己的心，祖母错了还是他的祖母，父母错了还是他的父母啊，他只是会想着怎么样护念父母，怎么样护念，比方说领导错了怎么护念呢？这是他不变的心呢，啊，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一日为主。所以我们中华文化感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啊，不变心啊，他错是他的事啊，我怎么存心是我的事啊，我们现在受功利影响了，他对我好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不对他不好，这是功利的思想。在美国有一首很特别，应该是最早成立的汉学院吧，就是汉学系这一类的，叫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成立的。谁成立的呢？好像叫丁龙，一个仆人给美国一个将军做仆人，就是将军脾气很大，
所有的仆人呢都被他给赶走了，包含他也被赶走了。结果有一次呢，这个将军家里失火了，丁龙最快回来帮他救火。那人都有良心呢，这么多人都被他赶走，他也知道自己脾气大，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你都已经，我都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回来？他说这个是我该做的事啊。他这个将军很震撼呢，他说那你的父亲一定是饱读诗书的人。他说不，我父亲不识字。说那你的爷爷一定饱读诗书的人，我爷爷也不识字。所以这个将军很震撼，中国人不识字的人这么懂得做人的道义。后来呢，这个丁龙存了一辈子钱也没有多少，可是他的愿望就是要成立一个叫汉学的汉学系。这个将军被他感动了，这么贫穷的人都不为自己，感动了他，拿出大批资金支持他，就成立了这一个汉学系，在哥伦比亚大学100多年前。好，所以这个公案呼应了这一位女子她的存心。虽然她的祖母不对，但她不愿意居她的位置，这个是礼也啊，礼是所本分的。好，这是透过这个公案让我们学习到的。那其实每一个德育故事啊，甚至每一个祖师大德的行持啊，我们都能用这样的心去领会去学，那真的是择人日已远，典型在树习，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们跟这些古圣先贤就感应道教了，神交古人。好，再来我们看呢第十一啊，重实质啊，不重形式。42章经啊，第37章讲的，佛子离无数千里，意念无界，必得道果。在无左右，虽常见无，不顺无界，终不得道。所以重实质，不重形式。什么是实质？依教奉行是实质，跟在旁边那个是形式的东西了。所以下一集啊，反正缘是这样的，我就给大家预告一下，是吧？哦，下一集师父讲的，大家不要以为跟在我身边的就是圣贤，就是学得很好的。哦，这个你们自己要会判断。老人家说他实在呢不没脸再讲经了，因为身边的人没有依教奉行，他觉得没有资格讲经。是因为啊，透过这个网络啊媒体，远方可能还有肯学的啊，所以他老人家才勉为其难再讲，不然他说我应该是要去闭关。不能讲经了，身边的人都没有依教奉行。当然这一段话对承德来讲啊，自己是很惭愧，确实回想老人家一句自己也没有做到。但也是得要鞭策勉励自己，当下一定从老人家讲的啊，比方说老人家讲最严重的污染是什么，自私自利。那得从这里啊，自己也期许从念念为他人想，
最起码也要这一生也要好好的落实个一两句才行了。哦，好，师长老人家也强调啊，张家大师啊帮他扎了基础，而张家大师就是特别强调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包含老人这个张家大师指导师父戒律很重要是吧，可是老人家并不是说要求大家去受戒。张家大师怎么教的？你学你持，你持一条就什么，就是真实得一条戒了。其实善知识讲经说法都是应激的，为什么没有主张强调一定要去戒坛受戒？可能观察到我们众生容易什么着相，甚至于虚荣心容易起来。哇，一去受个戒了，可以搭那个幔衣了，哇，走路都有风了，那就麻烦了。啊，但是并没有反对受戒啊，你们不要出去说变说成反对受戒，那麻烦了。人各有他的缘，各有他的认知，但是我们清楚，善知识在提醒我们什么？护念我们什么，这个才重要。哦，但是不能听完之后我们变成一种执着，甚至去人家要去受戒你把他拉住不要去了，张家大师说什么的，那是人家的缘，是人家的状况。哦，好，佛门还是强调不要执着，一直是成病，我们执着一定要别人一定要接受我的意见，那就麻烦了。夏莲老也重视这个实质，所以他老人家在开显六度啊，就很有味道。什么是布施？哎，你给人家东西，这是向上布施。他说到以慈悲欢喜为布施。慈悲欢喜，心都是慈悲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更重要是什么？让人都生欢喜。哦，这个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是真会布施的。第二，持戒，严净三业为持戒，色受身口意三业，所以这个都是实质的功夫。不是表象的，啊，以随缘顺受为忍辱，随缘顺受为忍辱，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哦，那精进就不是每天念多少经而已了，念多少佛，这个是一个手段，真正的实质的目的。调伏习气为精进，啊，以不忘正念为禅定。这里面还有什么？这个开示啊，就是让我们觉得亲切，做得到。以了意，不依不了意，不忘正念。哎，这个我可以操纵啊。以如如不动为禅定，你看，哎呦，好高啊！以不忘正念为禅定，方便觉察为般若，时时想着，哎，我怎么做人家比较能接受，方便呢？时时关照自己有没有在正念当中，这每个人我们当下都可以落实的。六度的精神开解。好，那最后呢，再以一句，应该是《菜根谭》里面讲的，
容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经纶。我们修行有没有功夫？这个就是重实质不重形式的勘验。我们修学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性格转变多少，我们家庭里面的问题我们化解多少，这个就是真功夫了。好，上次有跟大家举了，也是个德育故事嘛。有一个家不是有四个，娶了四个媳妇了嘛，四个每天吵架还有打架，结果这个第五个要嫁过去，人家觉得很危险嘛。后来他感化了这四个嫂嫂嘛，就这个消得家庭内之嫌隙，便是一大经纶，就真正把经教什么读通了、落实了、转经典了，不是记问之学了。好，我们再看第十二，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有学长问到呢，怎样判断什么是就近说，什么是方便说？就近说就是你能了脱生死，能做佛，做佛才是就近圆满。我们假如看近一点，就是你要解决就近的问题，你只有脱离轮回才有解决问题，只要还在轮回当中都不是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究竟说就是能了脱生死，当生成就，这是究竟，当生成佛，唯有一成法，无二亦无三，唯佛方便说。可是方便当中本质是什么？也是慈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那请问大家，那佛陀在讲小乘经的时候慈不慈悲？那他讲小乘经的慈悲跟讲法华经的慈悲一不一样？他要铺垫啊，不能众生没有办法得度啊。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行善就行善嘛，干嘛还要强调行善要有善果呢？
哦，那不是在有求的心的吗？那你听到人家这么讲，你要怎么回应他？众生根性不一样嘛，啊，你应该先回他一句：“哎呀，像你这种善根的人不简单。”你先不要把理给他压过去。哦，你这样的善根不简单的，佛说这个善根算很高的了，施恩不求报啊。但一般的人可能达不到。啊，在佛说法来应三根，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让大家能够延伸到不很多看经教看事物，不能只在自己的角度。佛他面对的是上中下根基，那上中下里面又分多少不同的情况呢？那因为我们前面呢谈这个谈的比较多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细说了，依法不依人，那依人呢，其实根本上还是没有判断力，甚至是已经有停止，停止一生呢。就像《论语》讲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他同一个人呢，为什么会一下爱一下恨？情见作用的，没有爱产生不了恨。所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哦，那《大学》里面又讲，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师生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五伦关系，都不能呢情感用事，都要用理智冷静去判断。不然他变成本来很认同这个人，后来发觉他不是这样，一下子又变成很对立、很恨这个人，这个都不好。甚至这个恨呢，还会延伸到对传统文化的恨，那就更情绪化了。这个人不好，那是他的问题嘛，跟佛经没有关系。这种错啊，不犯很难。说起来，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但不犯挺不容易的。黄念祖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很爱要佛法，他是佛化家庭。可是后来他去读大学，他也受影响。然后为什么他受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看到一些在佛门也很有地位的人，哎，结果那个搞名闻利养，不输给世间人，他就对佛法产生疑惑了，都会有。那后来呢？刚好有一天，好像是考试考完了，没有这个课业压力。他拿起一本《金刚经》的注解，好像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金刚经》注解。哇，一看呢，他说好像那个甘露一直在灌他的顶，哇，那个身体一阵一阵清凉。后来就有一个领悟啊，不是佛法有问题，是这些人没有依照佛法讲，不是佛法对不起众生，是众生对不起佛法，这个疑惑他就去掉了。所以，连黄老都有可能犯的问题啊，这个对我们提醒就很大。
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依义理啊，不是依这个文字说，文字这个像，啊，依智不依事，依智慧不依情事。什么是情事？分别、执着、落印象，啊，就是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第八识落印象。啊，我们不用这个，这个是情事，我们用智慧，啊，叫用心如镜，啊，包含处事的时候，都是一心为公，没有私心，这个都是用理智。不是用情事，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第十三，离言说相，离名智相，离心缘相，好，这个前面都有讲过了。第十五，掌握纲领，俗话讲的纲举。目章，啊，像这个张家大师教的也是纲领，怎么很快契入佛法的境界？看得破，放得下。其实看得破，观，放得下，止；看得破，解，放得下，行。啊，这个就是两个纲领。那因为我们昨天已经看过菩提心关注在整个生命中了，那掌握纲领怎么修？心有根本，行有根本，啊，菩提心就是这五行来关照啊。菩提行、菩萨行呢，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个纲领。你就掌握到了。有个学长问到回去以后如何修学，请回想这一段的课程。没有，不好。那我为什么提出来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掌握纲领，所以回去怎么修学？掌握纲领，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什么是住修？积功累德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住修。怎么安排定课？因人而异。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就是这个定课你能得利的，这个就是对你好的，啊，不是这个没有定法，每一个人的定课一不一样，不一定一样，啊，那这个时代的人工作假如忙，静修结要是非常好的早晚课，那你定了这个早晚课，你假如觉得有一些经典对我的提醒非常重要，一两天没提醒我就变样了，那那样的经文最好每天读，就像三根有提醒作用，你要常读，还有像这个32到37品其实也很重要，那里面尤其讲五痛、五恶、五痛、五烧，讲一些世间的状况，提醒我们不能像世间这样的情况，不然又是留恋娑婆，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自己去看你的时间、你的生活工作状况去做安排。那这里的建议就是《无量寿经》啊，《劝发菩提心文》啊，最好一个礼拜能念，最少能念一遍。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